因为你怎么看？因为高嘉瑜针对这个6000块行政失灵的言论，媒体人周玉蔻现在喊话说他是被哥哥，还说要赖清德当党主席之后去处理他，不然他这席立委不要了，干脆让给黄珊珊算了。你怎么看？我不评论，周玉蔻的话了吼，我的智慧没那么高。因为他甚至也喊话党内要处理你跟高嘉瑜，说你什么人老作怪之类的。他更老不是吗？我少他10岁吧，不小心讲出他的秘密。